台湾给人的第一印象，房屋破旧之外，再来就是摩托车怎么这么多呀？是因为都太穷了吗？才骑摩托车？塞车早上，我开车塞车，我在车里面真的急到我跺脚，可是你没办法，就塞在那儿啊。可是你看到骑摩托车的人在你旁边咻咻咻的这样过去，哦，你真的是觉得说还是骑摩托车方便多了。就在台湾给人的第一印象，房屋破旧之外，再来就是摩托车怎么这么多呀？是因为都太穷了吗？才骑摩托车？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吧。当然，摩托车的价格比汽车确实低很多，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吧。这一台比较小台，这个的话呢是，这叫啥牌子？三阳。125的这个，当时的话呢，我是在我女儿出生那一年，2012年的时候我买的。因为以前的话都是我老公载哈，就是开车什么或者骑摩托车载我。然后后来生了小孩之后的话，我就买了我的摩托车跟我的汽车，我觉得这样的话比较方便一点吧。然后呢，这两台是我老公的，这一台买的比较早，让我老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。这一台是250cc，我购买2009年。哦，对，当时我这一台的话是多少钱？将近5万块台币，好，将近5万台币。我这一台125的，然后你这个呢？志胜，你过来这边说。这台是14.8万。哪一年买的？2009年。这个是多少的排气量？250cc，它是白牌子里边最大的了，对不对？白牌里边最大的。然后呢，这一台呢？这一台是Honda的哈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？你是？然后这个是哪一年买的？2017年。2017年多少钱？那时候买是26.8万。26.8万台币，对，这个就是我家这样的三台摩托车。为什么说我们选择买机车？家里除了有汽车的话，其实我们家主要代步的还是说摩托车。具体原因的话，我们上楼聊哈。那好，那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台湾为什么这么多摩托车这样的一个问题。我觉得呢是分为以下的几点。那么第一点的话呢，因为台湾这是一个海岛，海岛上面的话呢又有很多这个山脉，山呢也占据了。地图上就可以看得到哈，就山的话占据了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海岛这样一个地面的问题吧。那等于说留给这个生活区域的这个陆地的话，当然就更少一些。那我们这个马路的话，相对来说就不会像我们很多城市，我们大陆很多城市的马路那么大条。就是我就拿我们沈阳来做比较就好了哈，沈阳有10线道、8线道，那可是台湾这样的几乎可能是没有的。就是因为毕竟是一个海岛，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地形上的限制。那么第二点的话，就是因为这个地形上的限制啊，我们这个停车位啊就是都已经很少了。摩托车的停车位那就相对来说比较好解决了，像一些近途的话，我家呢都会选择用摩托车出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就不光是你在这个什么店家门口临停啊，或者是说去找机车位啊，相对来说比你找汽车位要容易太多了。那么再来第三点，本身台湾也没有禁摩啊，大家都是可以选择来出行的，当然你会选择一个相对方便便捷的方式。第四点就是气候，台湾的话呢高山的部分的话哈，极少极少哈会有这个寒流然后要下雪的时候，那地面其实也积不下什么雪哈。那我们平原地区就是平地上面的话，那更看不到雪，所以说也不存在说什么太冷啊，然后冰雪路面不好骑车这个问题。所以说一年365天，我们都是近途的话都会选择用机车来代步，是更方便的方式。好了，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台湾为什么这么多机车这样的一个问题了。停车位，然后呢马路比较小，真的马路有的比较小，你还是骑机车钻来钻去比较方便。我之前在上班的时候有一个体验，就是塞车早上，我开车塞车，我在车里面真的急到我跺脚，可是你没办法，就塞在那儿。可是你看到骑摩托车的人在你旁边咻咻咻的这样过去，哦，你真的是觉得说还是骑摩托车方便多了。就在塞车这方面的话，它的通过性的话，摩托车也是最更好一些。